穿了好多年。穿了好多年。我咋，我咋，我咋，兄弟，可以的。他是头疼。哎妈，我头疼。哎妈，哎妈，我头疼，我咋头疼呢？医生，我要吃药。哎妈，医生，我头疼。我要头疼药。我要吃头疼药。哪里边再跳一次呢？是这样吗？什么情况？又有人要追我？你他妈神经病啊！是这样吗？我操，这个不能跳了！这个他妈怎么可能跳得了啊？全是坑！我先躲一下厕所吧。这个 BGM 要进来吗？你他妈，我会跑的。跑错了。右边，右边，是这个吗？哦，在这儿，一二三，跳！好，跳到了。OK，OK，OK，okay, okay, okay, 回来了。是这里吗？是这里吗？哦，找到了，走对路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正式到三楼去了。是吧？谁能告诉我这也能跳？这他妈能跳，那不去参加奥运会啊？好，果然跳下来了。这怎么过来的？跟着血迹啊，我喜欢这个 Follow the blood。 血迹是往哪走的？在这儿。啊，血迹到头了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哇，前面好黑啊。哦，后边有两个电池，哪儿呢？哪有两个电池？哦，果然有，感谢弹幕君，你又救了我。他不是，我当然我不怕鬼，我是怕突然出现的鬼。你看那鬼，我知道他有的时候我都敢跟他迎着他的面走啊。我只要他突然出现会吓我一大跳。是往这里边走。这难不成又让我跳过去？这没得助跑啊！应该是又让我跳一下吧。哇塞，这个男主真的是有点屌。好，正在保存。哎，要不然我今天就这样，喊得我自己头疼。再往前走一下，藏床底下干什么？有人要来吗？吓，把我自己吓！哎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哪里啊？这是楼梯吗？
哦不，这是一个床板。我有点晕，我现在有点慌，我这掉下来应该是剧情需要。哎，我看到一个电池，嘿嘿，捡起来。有了电池，我不怕不怕啦。这我转了一圈，我找不到。哦，转向啊，这往哪走啊？这门肯定是开不了的。难道我再跳上去？这你妈太假了吧！真的跳上去啊？哎，又得换电池了。不过这几关还比较人性化，让我电池找的也比较多，所以说我们这样子用也是可以的。让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地方。这个床，哦，这个床果然是能爬的。这有一个坑，哦，好像我又跳下来了。这边这个床可以爬，然后直接上来。好，这是我刚才漏下去的那个地方，蛮瘆人的，还弄了个床，弄了个东西把我漏下去了。哇，地上面还有一个大洞，我这得小心一点。我是从哪儿进来的？这里应该没来过。感觉这个音乐开始慢慢变得诡异起来了。这怎么这么黑啊？这个游戏可以调亮度的吗？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哪里可以调亮度的。你相信我，如果能调亮度，我一定调最亮的。你以为我神经病啊？我去吓自己吓自己。我昨天都吓得不敢玩这个游戏了，好吗？昨天不是播了一半就关了吗？因为实在是吓得够呛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来给你们读一下这个写的是什么。一般问题叫做，一般是怎么讲来着 ？Normal 是吧 ？Normal question。In last few months， 一直竭力 Blueboard 的 research study and teach。应该叫 teaching， 然后 and some practice， 衣服有的话，然后这个睡眠诱导 SI sleeping 什么的，诱导这个单词应该怎么读？什么才是完整的睡眠机？看最后一个。反正就是说一群神经病，然后有的人在，有的人觉得这个是阴谋，有的人觉得是鬼魂。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呢？是因为我刚才真的是神经有点到承受能力的极限了，觉得今天晚上肯定要做噩梦了，所以我主要想秀一下英文，然后让大家也稍微的放松一下。你看我现在自控能力已经非常好了，之前都是干嚎，就是嗷那种嚎，现在就是一下就可以了。但是要突然出现，我还是会很害怕的。这个房间里一般都是有一些东西的，我们关了这个DV 看一眼，看一下这又记录了些什么鬼。谎言，我认得这笔记，神父马丁在这里杀了一个人，所有他说的有关这些箱子里消失的文件都是谎话。事实记录看起来像是这就是说这个马丁神父说的话也不能全信，说不定他也是个阴谋的这个实践者。哎，这边墙上有一些什么机关，这地方应该是没电池，电池是会发光的。这个门一看就是不能开的。
这门怎么会自己关了？怎么没电了？怎么走不了啊？怎么是玻璃？我操！我操！看到这是什么基友二人组就蹲下，马上要出发剧情了是吗？我看一下去哪里出发这个剧情，保存了。我看到了一个路，这应该是让我跳过去。我不管，咱假日先跳了再说。这边又是这样子走悬崖峭壁的地方。我马上就没有摄像机了，什么难度？这个游戏有难度吗？你们为什么一直都问我什么难度啊？你们是真的玩过这个游戏还是在逗我啊？哪里有显示难度的地方啊？ And 哪里有调亮度的地方啊？你们真的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哪里有简单啊？哪里有简单困难噩梦？哪里有调亮度的呀？所以你们都是想到什么说什么是吗？版本不对，哦，还有不同版本是吗？我是从哪过来的？这不是让我跳到对面去吧？要跳过去吗？我试试吧。哎，我摄像机！我看到一个人进来。啊！我操！不要这样！下面有一个人，那他为什么不下去捡摄像机呢？这怎么办？新的目标，你需要你的便携式摄像机在黑暗中前行。我摄像机是不是在地上？哪去了？我不想下去啊，但是我摄像机呢？这里，哇，这也太黑了。地上的地下，这里吗？是这个吗？地上有个闪光的东西，但是我进不去啊。我们来想一下，他既然把我的摄像机，剧情把我的摄像机弄走了，所以我就必须要去找有光亮的地方，应该是这样吧。有光的地方应该是可以走的，然后这里好黑，这里好黑，我不敢走了。哎，会外面会打闪，我们可以稍微的转一下。我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，昨天是第一次，昨天玩了一下就被吓尿了，后来就没玩了。今天又壮着胆子重新玩。什么声音啊？哎，我刚才好像，哎，哦，这是电池。先进两节电池，但是我现在没有摄像机了呀。高能来了，你别吓我！我不想进去啊。我要唱歌了啊！呜呼！你比
你比刘欢少一欢，啊，五欢，你比四欢多一欢。这不是有弹幕君说高能吗？我也没有玩，我不知道哪里有高能啊。这怎么这么黑啊？这黑的地方肯定不是让我去的，因为我去了也什么都看不到。那这个黑的地方显然不是让我去的呀，我不去这了。这个贵的我也不想藏，我胆子这么大。哎，糟了，我又转向了。啊，在这儿，我刚才是从这个洞里挡进来的，是吧？这是摄像机吗？我想我的摄像机已经想发疯了。有可能会被人恶搞藏在柜子里了吗？显然这条路是不对的，我们再走回去。是啊，老司机点播一下，我现在有点转了。我看一下啊，什么高能来了？回大厅，到底有没有高能啊？我现在真的是没有摄像机，不是不想给大家拆。哎，这边有一个，这是我来的那个路。就这个大厅里面什么都没有啊。哪里有高能？没有高能啊！下午我唱了半天的歌，一言不合就唱歌。哦，这有个洞，但是我不能走黑暗，因为走黑暗我是什么都看不见的。在大厅的一个柜子后边上去。我怎么上啊？好像下来就上不去了。哦，上来了。然后的话，这边有一条路，这边不知道能不能走。操，不能走！这边有一个黑咕隆咚的一个东西，我要进去吗？我要进去吗？下去，下去，然后往这儿走是吧？我再看弹幕。我在看弹幕，我一边玩一边在看弹幕。冲冲冲！柜子上，就是我一开始去到有光亮的那个位置是吗？就这个门里是吧？好的，我回来了。哪亮往哪走，你说的对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哪里亮往哪里走，黑的地方我也怕怕。这好像挡住了。咋就过不来呢？我也是日了狗了，是怎么过不去呢？我刚才我好像过去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是从这儿过的，是到这里是吧？空旷的大厅，哎，妈，傻逼了，这是我刚才来的地方。这边有几个床。那应该是这里。
我先跑过去。啊，这边有亮，就这里没错吧？柜子上面，柜子可以爬吗？真的能调亮度吗？你们不是在逗我吧？哪里能调亮度啊？这个是灰度就是亮度难道吗？从哪过？蹲下来，这有个垃圾桶。操，这个垃圾桶不让我过，他拒绝。弹幕大神啊，能不能告诉我应该从哪里过？别管什么灰度不灰度啊，什么进去，从哪里进啊？这里能进啊？进哪里啊？这里什么都没有啊？好吧，那我先做一下 B 吧，我实在是不行了。灰度 3.0，我先调到最大。我进了，哎，哦，是这里原来有地方啊，再调回来。这样子一个亮度，那边还是稍微有点亮，这样。这里好，这个，哎妈，这走出来了，好，过来了。哎，我看到发亮的东西了，居然是电池，难道是我自己摔落的电池吗？有一个大坑，肯定在坑里，肯定在坑里，找一圈，居然他妈了个逼的没有，操，又黑了，顺着光亮的地方找，啊，但是这边。前方高能啊！我不调，是因为不想作弊啊？在柜子里吗？什么都看不见，好吧？那我稍微调亮一点，调到中间。我现在亮多了，这里面可以走了吧？这门是不能开的。我这个摄像机怎么就掉一下就掉到没影了？你现在大家现在能看到了吗？什么高能来了？这是我摄像机吗？
这是一个健力宝，这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你要干什么？哎，这个人长得好像尼克杨啊。有一个什么提示？哦，关门啊！哎，这还没找到呢，这是在藏在了什么鬼地方啊？哎，地上有东西，哪儿有东西啊？我都说了，这是健力宝的空瓶子。这里面应该没东西，我刚才不是我，你不是说你们不是说看不清楚吗？我调亮点让你们看清楚一点，拿到摄像机我就调回来了。